亲抱拥，这是台湾人民关怀的内心要命，这是台湾人民演过成功妙的声，这是台湾人民演过成功妙的声。各位维新正教维新贤士同修，我们合掌恭念灵山会祭，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各位维新圣教以为千秋，恭祝阿弥陀佛圣诞，谢天恩齐安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日本虚无以来195位天皇朱建灵，韩国桓雄天皇以来195位啊天主帝王总统朱建灵啊，地球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及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汪氏军民朱建灵，当下法会坛上各个姓氏各个年龄上诸祖灵圣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共修啊禅解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啊，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这部经呢是当下啊，乙未年6月19日，王禅老祖所开示的一部经啊。这一部经呢，是开示我们如何修回自己的本性、自性、财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我们要先知命。你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不被运转。你转运了，我们就这一趟人生呢才会走得啊安安心心又心安啊。所以五路财神经呢，我们从农历的10月8日啊，咱地母至尊的圣诞开始，我们升坛到现在，快接近圆满了。啊，再过6天，我们这一部经就啊禅解圆满完毕。啊，我们也祝愿呢，所有有缘接到这个法的，啊，名扬两界的。都能心开意解啊，顿悟无生华人，皆得心安与自在啊。上一节我们啊讲到五路财神范蠡还有孙膑到徐福真人，徐福是日本的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但是呢日本啊不敢承认说他们是徐福的后裔啊，不敢啊承认啊徐福是在秦朝时候到日本东瀛建设国土的第一代天皇
啊，若是承认了，将会有政治上的很多不方便。所以啊，啊，那但是虚无真人，他是一位上天派下来的大菩萨，啊，他来到地球上，啊，因应时代的演化，啊，时代的啊各个人天上菩萨来到世间，各有天命的禅机来示现给我们后代的人来悟来看。所以本人呢，在经过这么多年来的修行，好，那了解到虚无真人啊，他对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还有四农工商百业，他的大智慧呢，他是将中华文化道统从秦朝秦始皇那时候呢带到日本去了，啊，建设国家，一步一脚印的用中华文化道统、易经还有风水学建设国土，啊，所以到现在来那么的富强的日本，啊，那么稳定的政治，这都是啊中华文化道统的功德天呐，啊。所以我们啊这一节呢，继续要为各位来讲解啊鬼谷先师啊真妙理啊，虚无真人是财神啊，东土炼丹呐，啊，长生国啊，啊，百商兴旺，人人好，用葫芦话来念呢，就足顺的啦。啊，几个仙师真妙理呀，啊，赐福真人啊，啊，是财神呐，啊，东土炼丹，长生果，啊，百商兴旺，人人好，啊，这个。开示就是虚无真人，他用易经和风水学建国，因为人来到地球上，都免不了受风、水、光，啊，三个要素是我们人啊炼成长生果啊的最重要的三宝，所以人生三宝：风、水、光。啊，风水光，人的人生三宝嘞，哈，风、水、光，这三宝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人没有风，根本就活不了，没有水更活不了，没有光更活不了啊！所以本唯心圣教，唯心圣教三宝也是风水光，所以在这么多年来，唯心圣教虽然只有33年，但是有7000年的岁月，啊，7000年的岁月文化，啊，才有呢。我们唯心道藏，唯唯道藏三大千呐，啊，风风雨雨7000年，风风雨雨就是风水的法则。他一直在逃避说风水是迷信，啊，他根本就不信风水。事实上，我们都活在风与水里面的体验之下呢。任何人逃不了风与水，所以好多信众呢，啊，好多人呢没有智慧的，啊，一意要为反对而反对，说他啊，不相信风雨水，风雨水对他没有帮助。事实上，他每天早上起来要喝水，口渴要喝水，煮饭煮菜什么都要喝水啊。
啊，风啊，你也窗户全部关起来，不要两天你就死翘翘啊，棺材定了就死翘翘了，所以还在那边强辩，真的很可怜呢。而、啊、我们要存着感恩，感恩风水和光这三宝，这上天赐给我们的。我们若是一个人，你不懂得感恩风水光的时候，那人生绝对不会有所成长，有所开悟啊。啊，在西方极乐世界，在天国也一直在强调了风景美丽啊，这个水啦、啊，还有八功德水啊，四季温和，这都是风水光哎。啊，风光明灭也是风水光，在灵魂界也都一样啊。所以啊，我们各位维新贤士同修要了解，为什么我们佛堂前面要点一盏灯呢？即使佛神上帝前也是要有灯，也要有光，没有光也寸步难行，没有光他也看不到啊地球大地的所有一切众生啊。啊，若是你认为我是什么神啊，不要风雨水，那根本就不是神，那就是没有智慧的里面魍魉，不是真正的神。真正的神他是会感恩啊大地的法则，自然法则。所以我们风水光即是徐福真人啊他的最大的功德天哪、啊、所以本法门啊，我在四十四年前呢、啊、接到这个徐福啊，到现在以来风水学的奥秘呢啊，所以这个风水学的奥秘啊，虽然是小小一本啊，尤其这一本呢，好、啊、风水学奥秘这一本呢啊，这本书呢好、啊、那更是啊，这妙不可言呐 啊所以这本风水学的奥秘这本书我们出了很多啊，家家户户有这本风水学的奥秘，就可以当我们一个人的啊家庭的一位导师。他不是啊要强调各位你们要去感谢师父，而是要感谢风水光，要感谢天地大自然给我们的生命的希望和活力。安听我在本法门最强调最重要的，从基础生活开始，基础生活就是风水光啊，风水学奥秘这本书呢，就是我们建设一个啊和谐安详啊幸福快乐的家园的一本啊历史五千年来的第一本妙法。所以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我们要有这个智慧啦。好、啊，那徐福就是我们的祖师，他传到台湾来。好、啊，虽然我接了没有很长的时间，但是呢，啊，从我接这个法以来呢，啊，这把它应用在生活上，帮助过多少多少多少人转危为安呐、啊。好、啊、家庭的不平安啊，你依教奉行，那你就平安了嘛，啊你事业就会顺利嘛，而且钱财就会守得住嘛，啊这个书这个妙法是经过鬼谷子的徒弟徐福传到台湾来，我接到了这个法，那样王禅老祖是不是财神爷啊、也是啊，我们整个地球人类的财神爷啊，财神的祖师。又有如啊，在啊中国大陆哎，在长安、啊、那个黄帝陵，我也讲过了，黄帝陵的风水宝地啊，那
风水宝地的哈、哦。啊，这个坐北，黄帝陵，这个是水出去了，这边水也出去了，坐坤方。好、啊，坤是土，是大地。那么这个缺口呢？啊，从有黄帝陵以来，都一直流出去，啊，坐北水。土来相克，当然中国要穷，穷了那么多年，几千年来都一直在穷，啊，穷到2001年，啊，我去祭祖，啊，去他们参加祭祖，我看到这个，这个地点呢，啊，这地点，啊，是龙凤。成祥的宝地是我们的老祖宗的宝地，啊，这个啊水从这里过去了，坤荒，所以一直泄下去。当时2001年，我告诉啊这个西安的他们黄帝陵，来他们的这些领导们，啊去拜祖，他问我这个有地理需要改进的，我说若是你这个把它封起来。啊，民国93年，等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就会发达，就会突飞猛进。啊，中国我们的三祖儿女就有尊严，不会被地区世界上和各国来欺负我们，看不起我们。结果在2003年。我去再去参加拜祖的时候，啊，拜黄宣仁皇帝祖的时候，这边已经封起来了，封起来了，就从这里有一个桥过来了，一个桥过来，我就跟我们的同学说，还有当地的领导人说，中国2004年。民国93年开始会大发，经济突飞猛进，结果果然突飞猛进，到现在来，在世界上占了一席之地，再没有人，其他国家会欺负我们中国了啦，也不是不会欺负我们中华三祖儿女了。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变成在世界上，啊。新兴国哦，所以风水学啊真的不可思议啊。啊，那么这个也是徐福啊，他回馈来回馈中国大陆，表面是斗争战争和日本战争，但是徐福真人天上神佛我们的祖师呢，还会借着我的姻缘，我们的姻缘告诉大陆的啊各级啊领导个干部们啊，他们把这个盖做好了，所以风水学的奥秘啊。所以我赞叹徐福真人即是五路财神、哦、我把这一首歌编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啊这个啊音乐带啊，有人问我质疑师父，你说徐福 为什么是真人，为什么是五路财神啊，那以后你就知道了。所以今天在两岸啊，从对立到和谐，而且最近以来啊，大陆与日本也开始和谐，到韩国也和谐，台湾、大陆、日本啊、韩国全部和谐了，这个即是
殊胜的因缘呢，殊胜的妙法，也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哈，徐虎真人把中国这个大智慧啊，中华文化道统的大智慧接到日本去，2350年后的现在呢，啊，2004年，即于2001年的时候，告诉他们，啊，将徐虎的妙法，啊，真理告诉大陆的同胞们，结果整个大陆的经济起来了，稳定起来了。哦，这即是风水学的奥秘耶！我们要这个有这个智慧啊！而在三祖儿女常常与日本也是三祖儿女会有冲突，即使像我们的小孩子，有时候兄弟会吵架，但是站在整个的法界、空界、啊天界，本来就没有吵架的基因嘛，而是后来的人的糊涂天皇啊的糊涂呢，才造成了这一些战争，这都已经违背了天意呀，所以违背天意的要灭嘛，日本差一点灭掉了。哦，所以这个整个的历史因缘，我们要探讨下去，必须要有专题来讨论，但是。肯定的，徐虎就是五路财神，无论是日本，无论是国际啊，或是中国大陆，地球上他的真理妙法传到我们维新圣教来，我把它公开了，大家享用分享给大家，证明徐虎他就是五路财神啊，安尼知无？啊，所以各位同学们，啊，你们也是五路财神，当下性你就作为自己家庭、自己事业的五路财神也，啊，到未来大家都是五路财神，集于一身是谁？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圣身、法身与化身，啊，所以。我们要了解修行者的心量是宽广的，不是狭隘的对立和相互的批斗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你心量放大啊，你智慧打开来，眼光放远，天下都是你的，都是每一个人共同所拥有的地球世界，天下一家村啊！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合掌感恩我们的祖师，啊，五路财神的啊，徐虎真人，我们的易经风水的祖师爷啊！啊，所以各位学习易经与风水学，加上。我们的心有慈悲心、爱心和道德心的时候呢，好，那我们也当下就是五路财神的化身，啊，也是王禅老祖的化身，幻理财神的化身，孙膑的化身，徐虎的化身，所以一切圣人的妙法真理集于一身的时候，当下性。未来性啊，现实性的，我们都是五路财神爷的圣身、化身和化身，集于一身的圆满身，五路财神的圣身啊！祝福各位。本段。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我们继续共念灵山会记，灵山一会万年灯，
上一位挂明灯，四八大宴照光明，四八大宴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大天尊。各位唯心圣教，以为千秋谢天恩，恭祝阿弥陀佛圣诞。西安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啊《五路财神经》。五路财神经开始，我们为什么要先攻念灵山会迹？灵山一会万年灯，这就是追根溯源啊！追根溯源就是我们灵性的根源。啊，追根溯源，万灵万灵归心，所以当下我们每个人的智慧，我们都要追根溯源，追到自己的根源，灵山的根源。所以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在灵山一就是开始，出发先开始，我们都要追根溯源到好我们的本性自性。若是从中华文化道统，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到现在就有7352年的易经，就是追根溯源。所以用我们当下的灵性来会我们无量劫以来多生父母啊，累劫的圣人、诸佛、天神、祖师们，所以我们要开启我们的灵性的源头，我们人生才会走得很平平稳稳啊。啊，绝对没有说我现在都现在开始才有，这个都错了。任何一个人的智慧思想都是回归到自己的根的水源源头去啊，去会自己的心。所以万灵归心，万灵万就佛心、圣心，万灵归心，凡是所有的人，或是灵魂界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我们都要回归到本来的自性的心。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修行啊，不是说我这一生来完全从头开始，绝对不是这样的。我们都有累劫以来、无量劫以来的亲友，尤其我们在座的同修亲朋好友们，也都是多生有缘的，我们这一生才会齐聚一堂，在这里共同研究啊，在这里啊学道，了解到道的真理和真禅奥义的时候，那我们心才能安，
心安，智慧即会开，心安才能幸福与光明啊。所以王禅老祖开这个法门啊，要我们啊把过去生以来所累积的智慧在这一生拿出来用。回顾在民国72年的时候，台湾祖师啊要我把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弘扬拿出来用啊，我跟观世音菩萨禀报说我不懂啊，易经只学到皮毛的易经而已。接着观世音菩萨开示了，他你3700多年前所悟的易经风水和宇宙大道，要以当下生现在这一生把它开起来，好把它发扬，然后用这个来会友会心会祖灵啊，叫做法会。所以本人呢啊，依照观世菩萨所开示的，就用易经啊，易经加上佛法念佛的法门啊，一起呢啊就开始在民国72年1月15日开始成立叫易药社。易药社用易经当钥匙开启众生的性，众生性好，即是用这易经他的法则。和他说我突然间悟了啊，我就跟观世音菩萨报告啊，稽首顶礼感恩观世音菩萨的开启这一个易经3700多年前所修的，以当下生要开始把它打开来用。所以我一路走来，再加上从徐福真人传了我们的中华文化道统的易经与风水学，尤其风水学，西湖的风水学啊，也传到台湾来，我就好好把它融合为一体应用，用在每一个家庭的家庭上，家庭就平安了啊。有时有一次有一个人信徒他来问我，这一个树住家在这里，一个树他问我说，树你看我家里前面那一棵树好不好，我说你这个上吊啊，人会上吊枯树。哦，这位信徒吓了一跳，说好最近他家的儿子还有老婆在家里常常喊要上吊啊，拿一条绳子在那边结，想要上吊。我说他很烦恼，到处问神，神没有问到人，
啊，就来求助于王禅老祖啊，开示啊，他家为什么这个问题卦中开示了，就是住家的朱雀方有木破木，就是枯树来克啊，他的啊卦的四爻，这表示有人会上吊啊，所以这棵树他们平时这里做一个椅子在这坐啊，哎，以为在这里很有艺术感美感，我说这个这棵树就是上吊树啊，他这一个房子买了五年啊，以前树很早以前就枯了啊，他也不信有什么啊奇奇怪怪的事，因为买那一个房子很便宜，有人自杀在里面了，所以他买了很便宜，他说他不信的，他是信什么的才不管那个，信归信，真理归真理，所以下了赶快回去的那一棵树砍掉了，砍掉砍不掉，奇怪，又跑到五前五界来问我说：“老叔啊，那树怎么句句句子都断掉了？”我甚至这棵树有人在那边上吊过，所以怨灵枯魂怨灵在那边，你赶快化寿金一千，土地公金一千。啊，四方金一千，好、啊、银座一千，啊，点个香，请本地的土地公、城隍爷、祝主帮忙。啊，我树要砍掉了，啊，我把这个金银财帛供养树下的好兄弟们，你们各自领收，领了之后，啊，你各回本位去。画在树这个头，就逃了。啊，划过了一看，句子一句，啪，断掉了，倒掉了。这是一个实例，这是即是徐福尊人他留下来的妙法，就是说屋前有枯树，或者屋后有枯树，预防人。本段节目由诚毅工业有限公司。各位维新贤士同修双善诸师们，若是一个家庭有人就不幸了，那你家心绝对不安嘛，心不安，心怎不安，你做什么事百事不顺啊。所以我就下一个定论啊，赞叹啊，这个宇宙的真理天理和历代易经风水祖师啊，即是五路财神啊。啊，所以我们学习易经风水，你帮了很多人的忙，你即是五路财神的化身。啊，曾经也一位啊，信徒先生他自己开了一个公庙，奇怪嘞，公庙是是非非问题一大堆，凡是来拜了回去就倒霉，但按道理是正神啊，怎么会这样呢？好，那我就按照风水学的法则，我就跟他说，不妨你的家你的宫庙风水图画给我看。哦，他画给我看呢，这是他这个宫庙，小小小宫庙在这里，
好，录下去。对面一个山，人家就把它啊铲掉了。啊，一个山呢，这建白就禄存，禄存就是劫星。奇怪呢，来拜了，大家好心来拜拜，回去都遭小偷。啊，大家会起来奇怪，他来了拜拜，回去也小偷，那里小偷怎么会这样？小偷是不是同一个人？知道他们来就去到他家里去偷，结果都不是。啊，有一天他就要我去帮他看，我好啊，那时候比较有兴趣嘛，啊，就去看了，看到庙前这帮刷全部铲下来了，啊，铲下来了，挖了坑坑洞洞了，这是禄存星嘛？禄存星是劫星啊，那怎么办？没有办法，他神也怕那个了，不是神啊，风水学啊，所以我告诉他，你用这个。上面种一前面种一些树，把它挡起来，啊，挡起来呢，最起码会比较平稳。啊，他好了，就一些树把它啊挡起来，把前面那个小的山呢，啊，把它整理稍微干净一点，庙开始稳下来了。这个是风水耶，啊，若是我们住家，这样也同样会遭到这一些的烦恼，这是风水学，啊，包括有博士呢，啊，他也弄得莫苦奈何，他们的师父叫他说，不要迷信风水。风水是外道，但是啊，你这个道场在里面修行的，修行者虽然是出家人，啊，七八位，几乎每天都打吵架还打架，啊，为什么？啊，有一天就不得已了。这工厂，铁工厂，很大的声音，白虎呼呼叫，隆隆叫，啊，这个活士，我去看了，我跟他说，这法师啊，你们里面都在吵架打架，没有啦，我们都修行非常的好，不知道你要我来干什么，一定有问题吗？白虎洞伤人嘛，哦，就会吵架嘛。那我去看他到二楼下来了，二楼出家人在那喊救命啊，啊，喊救命啊，救命啊！哦，那个住持法师啊，哎呀，那个小孩子在玩啊，打架就打架，救命就救命嘛，还恩师干什么？风水嘛。所以风水学啊，不管你是人、神、王侯将相、宦儒走卒，都是非常非常的影响到任何一个人的平安啊。所以风水学祖师，我就尊敬为他们是五路财神啊。好多工厂啊亏了一塌糊涂，
收起来，我们的法师讲师，甚至有的我们基金会的支会长帮他们忙，依教奉行帮他们忙，结果公司稳下来了，开始赚钱了。这即是财神的化身呢，不然哪里找财神？财神空空洞洞，所以妙智慧、妙智圣、王禅老祖，所有的徒弟们，都是财神的圣身、化身和化身啊！阿弥陀佛。所以各位同学们，你们好好把老祖所传的妙法，法师们好好把师父所传的妙法接好啊，然后传给所有唯心贤士，帮助社会大众啊，帮助各个家庭能够安心，那你们都是五路财神的化身了啦。所以观世音菩萨才开始说，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自己就是万念归心、追根溯源的自己那一颗孽结留下来，到现在当下这一代啊，你们所有的智慧把它拿出来用啊，把它拿来好好复习一遍啊，不必到处去求财神，自己学易经，你就是财神请到你家；自己学风水，你就是即是把财神请到你家。你不要怕人家某某的教派说你们是迷信的，我告诉各位啊，不懂才迷信啊，不懂的人你绝对会说，哎呀，他那研究风水易经不究竟啊，迷信啊。那我请问你，什么是究竟？达到心安的境界才是究竟。你不知道世间我们所存在的身边周围环境啊，都是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平安，影响一家平安，影响一个公司的员工的平安啊。那能够防患未然，与其我死无所生了，才是真正的究竟啊。所以唯心正教是究竟安心的法门，安心不？来，大家要好好修，好好学啊！你学好了，你就是五路财神的圣身、化身、化身、三身及以一身的五路财神爷的金身啊！祝福各位。